大家问问女方家长、啊，是我们要来问一下 Ivy 姐。就是呢，其实我会选 Ken Ken， 对。那、oh, 但是如果亲家母来说的话，我也是喜欢珍丽姐，因为珍丽姐我们以前就是常常一起工作，然后她就是个性很开朗，然后又很爱吃、嗯，然后跟我们一样就是很爱买、很爱团购， yeah. 就感觉就是我们的感情可能会比他们小孩还好。妈妈啊，珍丽喜欢蜜塔，然后儿子 Sky 也喜欢蜜塔。然后，但是艾比对，但没关系，因为我们尊重小孩的意见嘛。来，那你选择的是谁 ？Ken Ken， 我有 Ken Ken， 好抢手哦。妈妈选 Ken Ken， 你也选 Ken Ken？ 没有，因为我觉得他比较成熟，然后之前有一起上过通告，就是觉得他讲话很有趣，然后可以 hold 住。哇，刚功力成熟。但你不要难过，但你不要变脸了。我们这个企划呢，同时也要说强壮你们的心理素质，不要说被人家拒绝，在那边寻死寻活。不会啦 ，Sky， 第一阶段而已。那 Mita 选择是 Ken Ken， 那我们来听听 Mita 哈，来妈妈讲一下 Mita 的优点。Mita 呢，其实我觉得她蛮棒的一点就是她几乎没有什么心机，应该说是没有长脑吗？我不知道叫什么，单纯、优点、优点，说好话。然后呢，他在从国小的时候就是在班上，就是都会有一个可能是智力比较不足或者是过动宝宝那类的小孩，那老师就会挑一个就是可能比较细心，然后比较有爱心的小朋友要照顾他，当他的小天使。嗯。然后我们 Mita 呢，就是荣获每一年都是很棒哎，对，善良哎 ，Mita 很乐于帮助人。嗯。然后。他平常很胆小，但是他看到如果有人争吵或者是什么不公平的事情，他就是比较正义感一点。比如说他很怕爸爸，那我跟爸爸在不高兴的时候，他都会怕我们吵得太烈，他就会想办法就是这样，弟弟一定是要躲起来，或者是赶快跑出去，就装作没看到，怕扫到台风尾。但是他就是会带着钢盔往前冲的那种，会当和事侠女。然后我觉得他另外一个优点就是，当然他没有说像各位大家那么多才多艺啦，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伴。比如说从小我想要去运动，我想要学什么，他都是一下就上手。比如说 Ken Ken 喜欢打篮球，然后他可能陪他去打篮球，他一下子就可以跟他一起玩，对，就是融入，对，然后他去逛街他也可以，去看电影就是他随和做什么，但是他不是只有陪伴，他是可以融入，不是那种自己在旁边玩手机这一种的，对，所以我觉得他是会一个很好的伴，然后他也很喜欢做烘焙，就是也还蛮爱吃甜点，所以我刚看到 Sky， 我就觉得他们两个一起开个烘焙厨房，可以，是不是？然后我们两个就胖死了。来 ，Mita， 说说你自己来。就是我不喜欢别人不开心，所以我只要看到他们吵架的时候，我就想要去解决。所以我自己也是那种很内向，就是比较胆小那种。但是我为了这种事情，我可以就是挺身而出，然后让他们和好。哇，好棒哦！很棒哎。家里面有这种女儿太幸福了，真的。他是我们家就是唯一的就是沟通桥梁，这样弟弟只会躲起来。那Mita会排斥下厨吗？不会，我不会，我就是喜欢做甜点或是做好吃的，因为他们有带来吗？有带来吗？甜点来吗？我有甜点吧。哎，不错哎，好吃，好吃哦，功力旗鼓相当哎。我想要听 Sky 专业评审，专业 Sky。里面中间蛮甜，很蛮甜的。然后呢？然后外面的那个酥比较厚，也不错，都是好吃。那如果你来做，你会改变它什么地方？应该不用。不用哦，完美的哦，漂亮，哇，厉害厉害，会。哎 ，Mita 跟 Sky。你们两个可以在一起做甜点耶，开一个烘焙店。对，然后珍丽姐我们就每天去逛街，回来又吃甜点，这样多好，神雕侠侣，对呀，真的，真的是，大家都好优秀。欢乐的时光过得总是特别快。那经过第一阶段、第二阶段，该来的呢总是要来的。我们要来到紧张且关键的第三阶段，爱的抉择。来，我们三位可爱美少女啊，一字排开，手上的牌子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们已经经过两个阶段的观察而做出的决定。现在先不公布哈，等一下才公布配对成功与否，来自于他们女生手上这个牌子跟你是不是 match。
所以百分之百是由女生来决定的。好 ，OK， OK， 来，小小兵，你先出列，走到你心中的决定，你心仪的那个女生的左手边，有始有终吗？有始有终。来靠近一点，你选择是米塔，来再说一次原因。可爱，可爱，可爱。来，我们邀请第二位男生来 ，Sky， 来请出列，站到你心仪的女士好的左手边。来，想清楚，想明白，也是米塔。米塔。Ken Ken， 来，请出列，做出你最神圣而庄严的选择，请选择。庄严，你起来轻点哦，你安尼，我搁徛安尼在看。我在想。哎呀！来，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来，做出你的决定。有始有终。有始有终，选择的是姐姐。姐姐。那不好意思，伴你先坐回妈妈旁边好了。好，真的。哎，阿伴，你站那边不是尴尬？这个关键就是说，牌子举出来是谁，就是谁了。好，想看先看看的，先想看这个。先看两个，先看两个的，先看两个的哈。来，先看两个的啦。你不要不敢面对，你靠近一点啦，你们隔那么远，人家难拍啦。米塔，现在压力很大啊！真搞得我好紧张哦。哎，那个你一举出来，结果哈，就是总是有一个会受伤的，好，也有可能两个会受伤。不会了，不会了，交朋友嘛。不可能哦，一起真的不一定哦。不一定哈，来哈，非常的关注，我好紧张，要不然我们先进广告好了。来，米塔的神圣决定，我倒数三声，你就很利落的转牌，给镜头拍个清楚，也给他们两个看个清楚，顺便让他们两个死了这条心。来，米塔的选择是什么呢？三、二、一，请翻牌。姐姐一点啊，米塔为什么木讷？你选 Sky， 因为你们兴趣都是相同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也喜欢做甜点，然后就觉得，然后他很会整理房间。对，因为你都不整理房间，感觉比较互补的，另外一个互补的，很乖耶，两个都很贴心，很乖。那安慰一下小兵。哦，没事啊，我没事。怎么你没差？那个人家冲来，你没差。他都已经写一首歌叫《小变态》，你是我的最爱了。Sky 有什么话要回应？我也觉得我会选他的原因，因为他也喜欢做甜点，我也喜欢，所以我觉得应该可以。好可爱呀！棒，来再次给他们掌声一下，对呀。两位对对成功，那他的病你还方便站在这里？哎 ，Ivy， 你真的是大会报告吗？我女儿说她选小小兵。来来，小兵，来来来，去坐他旁边。陈立伟，对我们今天希望人人有奖了，来。陈立，你真的是选小小兵？你起来，对对对对，坐那边。好。